天啊，狗你怎么吐了呢？吐了！我的天哪，我得赶紧领他上宠物医院去。二狗你别吓我啊，我都嘚瑟了，咱们现在就去啊，现在就去宠物医院，你别吓我啊，他都吐了，哎呀，马上咱们就去啊，咱们马上就去医院。啊，细小和冠状，对，他们俩的那个就是症状是一样的。哎呀，阿狗，你别吓唬我！早起来还跟他玩呢。这种病出啊，他症状就是除了吐拉啊，精神状态好人，但是持续吐拉之后，他就开始不吃不喝了。啊。他尾巴截掉了。他的尾巴被大狗咬断了，小的时候。哦、哎呀，别叫，阿狗。得等多长时间能测出来？几分钟。几分钟就测出来了，你别叫啊，狗，你别吓唬我。这狗得了细小好治不？嗯，不太好治。不太好治，哎呦，可别吓唬我。那你说那种细小和什么？冠状。冠状还好点，就是细小。是幼犬都容易得吗？还是怎么？那没有。狗，你别吓唬我啊。就是今天早上才开始，我看到他那个拉稀，然后喂完东西之后，过了一会儿，我就看到他吐了。跟他玩了一会儿之后，我看他自己回到笼子里面，然后就吐了。就是说他现在没有这个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没事吧，二狗？哎呀，别动，没事，抱了。他现在没有那个是吧？对，他就是说，他自己看结果的，然后到时候自己拍照，你看。那现在没有，怎么能给他预防一下呀？就暂时的话，就吃了。吃什么药？吃了就益生菌。什么东西？益生菌和那个糖，益生菌和那个营养膏。益生菌和营养膏？还是寄生虫有可能引起的。寄生虫引起的。对。我给他那个，他每天我都给他吃有吃益生菌。因为我买的时候就带每天都给他喂，进行一个控食。控食？对，控食。怎么个控法？就是说他只要出现吐拉这个症状，就不能给他吃狗粮，尽量只给吃他一个就提供能量的，另外一个是调节肠胃。就是益生菌和那个营养膏就可以了。对，啊，直到他这个症状消失之后，你就可以正常给吃就可以了。哦，那得多长时间呀？这种症状应该持续不了多长时间，但是就是比如说，因为你们是旅行鸟，有可能，就是由于气温这个变化了，确实会导致它，就是说它这个情况一下好不了的。这个怎么给它吃？这个就是说牙膏状的，你直接给它挤出来，让它舔着吃就行。啊，挤多些？2-3厘米。3厘米吧，一天喂3厘米，挤出来的3厘米，一天喂3到5次。哦，你让它全吃就可以了。哦，这怎么卖的？嗯，牙膏状的。嗯，结果。这个 CCV 它是冠状病毒， CPV 是那个小病毒，它是在一个食指表上的啊。它如果说有细小的话啊，它这块会出现一个双条杠。这边，在这边上，最边上。然后，如果是那个冠状的话，会在中间这儿出现一条双条杠。如果两个同时有的话，它就出现3条杠。说明细小冠状它都得了。这个现在看它这个结果是，你看这就是，如果有这一条杠，说明它这个试纸管是有效的。现在就是说细小冠状都没有的，就是正常的哈。对，正常的。它就是有可能就是来回老换地方，气温什么的引起的，再加上昨天下雨了，是吧？哎，对。行，就这个。好的。从那个啥宠物医院出来了，然后给他查了，他不是细小和冠状，吓死我了。我领他去医院的时候说要查那个，吓得我腿都软了。幸好不是，说现在查反正没有，就是说他可能是说有很多可能，就是有可能就是太小了嘛，我天天领他啊咬我。我天天领它换地方，然后它可能就是温度啥的它不适应，然后就是那个什么告诉我先别给它吃东西了，给它买的这种营养膏，说一天给它每天都给它吃，每天给它吃3到5次，然后给它吃完之后看看明天什么样，然后我就决定本来想今天去那个66号公路呢，
去完62号公路就准备走了，因为这实在太热了，这一块我有点太热，我就受不了。我本来是想快点去西宁，上青海，然后去转青海省的，但是狗狗生病了嘛，生病了就不走了。然后医生建议我，就说最好是在这儿待两天看看，那就在中卫在这儿多待两天，然后观察观察狗狗，然后等它好了之后再那什么。现在给它把这个给它喂上，哎呀，吓死我了！这种让它吓得我腿都软了。好，二狗，来，二狗。给他吃这个，以后每天都喂他。然后这两天把他的狗粮先给他断了，那啥，先把这个让他把这个是营养膏让他吃，然后看看他还有没有拉吐的现象了。如果说没有的话，狗粮再给他恢复。哎呀，整得我都不会了，他一生病，整得我手忙脚乱的，给我急坏了，心疼完了。刚才去给他查病和买这个，一共花了220块钱。我一天天的自己在这省吃俭用的，钱全花他身上了。你真是让我操心呐，操老心了。自己一天天不舍得吃不舍得花，全给他花了这回。千万不要有事儿，你赶紧好啊！我给你花多钱无所谓，我自己我不吃不喝，我也不能让你生了病，是不是？我少吃一口，我少喝一口都行，我能坚持。你还太小了，你要真生病了怎么办呀？急死了都要。你说，哎，真的叫担心他吗？就没养我不知道，这会儿我真是能，我这会儿真的是能那什么，能理解我妈妈了。为什么我妈总说你有病啥你别跟我说？她说你跟我说了我更闹心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啊？你生病，我也闹心。哎呀，我这会儿是能体验我妈那种感受了。你好好的，你好好的，二狗，你不能再生病了。哪也不去了，这两天就在这看着你，就在这陪着你，咱不走了啊！你好了，咱再走。最后我还想对我妈妈说一句啊，妈妈你辛苦了，以前是我不懂事儿，总和你吵架，这回我知道了。